大家好，我是超子。红烧牛肉面怎么做才会汤清颜色好，没有腥味，吃着不油腻，而且汤喝着特别鲜美。今天我就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，尤其是最后汤头的制作一定要仔细看，学会这一款牛肉面再也不用担心吃泡面没有牛肉了。首先是牛肉的选择，牛腩肉、牛上脑、牛腿部位都可以。买回家的牛肉用清水清洗干净，洗净以后改刀成小块，然后用清水浸泡半个小时，泡出血水。泡好的牛肉颜色微微发白，冷水下锅进行焯水。开大火烧开锅，开锅以后撇掉浮沫，在锅中煮两三分钟左右，煮好以后捞出，放入热水中再清洗一遍，彻底把牛肉清洗干净。洗好以后控水备用。下面准备炖牛肉的香料，准备少许小茴香、花椒、一颗八角、一颗去籽的草果、一小块白芷、两个豆蔻、两片香叶、一小块桂皮，还有两片干山楂。将所有的香料用清水浸泡，泡十分钟左右。香料浸泡不仅可以去除灰尘，还可以更好的泡出香味。准备少许姜片、葱段。起锅，放入一点点油，放入几粒冰糖，加入一小勺清水。做红烧菜嘛，我们先炒个糖色，炒至糖液呈枣红色，也是嫩汁的状态。放入牛肉，快速翻炒均匀。放入准备好的姜片、葱段，还有泡好的香料。香料可以找一个料包或者料盒给它包起来，开大火翻炒两分钟左右，把牛肉的水分炒干，这样炒的牛肉炖出来才香。烹入少许生抽酱油，增加鲜香味。放入半勺海鲜酱，继续翻炒，扒拉一两下。这个时候重点来了，加入开水或者温水。如果直接加冷水的话，炖的牛肉吃着发柴。炖牛肉比较耗汤，水可以多加一点。开大火烧开锅，转开小火炖一个小时左右，也可以用高压锅炖二十分钟。一个小时以后掀开盖子，满屋都是牛肉的香味。这个时候可以剪出葱姜。重点二，炖一个小时以后再加入盐，这样炖的牛肉软烂不柴。放入胡椒粉，再开中火炖十五分钟左右，把牛肉炖入味。牛肉炖好以后，我们开始制作汤头。准备少许洋葱切成小块，半根胡萝卜切成厚一点的薄片。另起锅，放入一点油，放入两小勺豆瓣酱，一小勺番茄酱。开中火把豆瓣酱炒出香味，放入准备好的洋葱、胡萝卜，简单翻炒扒拉一两下，然后加入清水。如果你想开店，可以用牛骨头汤代替清水，味道会更加鲜美。放入炖好的牛肉以及炖牛肉的原汤，再加入适量的盐调味，少许鸡精提鲜。开大火烧开锅，转开中小火炖十五分钟左右。经过二次加工的汤头颜色非常红亮，汤汁非常鲜美。炖好以后剪出香料和洋葱，晾凉以后可以放到冰箱冷藏，吃的时候只要稍微一加热就可以了。做好的牛肉汤头可以用来制作牛肉面、牛肉泡饭，还可以放入自己喜欢吃的蔬菜，炖天、炖地、炖空气，无论炖啥味道都给力。早上或者下班回来不想做饭，简单的煮一点面条，放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，浇上做好的牛肉汤头，放上牛肉，想吃多少放多少，实现牛肉自由。喜欢吃泡面的同学可以用泡面来制作，再也不用担心红烧牛肉面没有牛肉了。朋友们可以制作一些放到冰箱冷藏，随吃随取。希望大家都能吃上美味的早餐，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，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